来吃油条了。没有啥石头吗？哎，也不是我吃的。哪里？是糖葫芦啦。不是这么多次，有的是就不错了。哪里？哎呦我的妈！哎，又在吃啥？这样喝白粥有什么营养？我给我上化妆吧。想喝方法给你做呀。小黄黄，今天闺女想吃什么呀？想喝粥，每样都来一点吧。奥龙和法国蓝龙来一点，帝王蟹来一点，柳结虾和虾蛄王来一点，扇贝王和鲍鱼来一点，上小哥。哥，你这粥太有营养了。哪里煮粥？对啊，等我两个小时。这是什么？在白那哪里？我的头在举光，我只有我。哎呦我的妈！在哪里？还不快点吃！又吃醋了。我的妈！这海鲜面呢？海鲜来了，海海鲜有的吃就不错了。爸爸，啊，上安排。喝什么饮料？啥？多喝热。爸爸，哦，剩下的。好孩子就是好孩子学的，不是年级高，非得香肉，那还不太够。爸爸，哪里？哎呦我的妈！谁卡了喉咙怎么办？哪里？又在干嘛？哎呦我的妈！欢迎粉丝朋友们加入团购，先做年夜饭，没人点要菜。好，花开富贵，好，红飘彩万贯，好，鱼跃龙门，好好，方龙戏珠，好，盆满钵满，好。今天看我给你们大显身手。好，第一道菜，先把富贵虾用开水煮两分钟，再放入冰水收紧肉质，剪刀沿着壳边小心解开，就能轻松的取下整条虾肉。料汁也很简单，先来点生抽，来点老酒，来点白糖，最后把料汁分别淋在虾肉上即可。第二道菜，先把波龙肉切成小段，裹上面糊，用低温在油锅里炸两分钟，然后把冰糖调料炒热后再倒入炸好的虾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第三道菜，先把小青龙开个背，然后把虾尾穿过虾身，摆好造型后再放在准备好的粉丝上。接下来做个蒜蓉酱，来点小米辣和蚝油。翻炒均匀后淋在虾尾上，大火蒸五分钟，出锅后撒上葱花，最后淋上热油激发香味。第四道菜，先把东星斑改刀放入春江白胡椒料酒腌制一下去腥，接下来做一个炸鱼的面糊，用等量的面粉和红薯粉，再加入鸡蛋和清油以及适量的水，搅拌成糊状后均匀的涂抹在鱼肉上。炸鱼的时候用小火慢炸15分钟即可出锅。接下来做个酱汁，加入适量的番茄酱，加点白糖，再来点水淀粉，这样做出的酱汁更容易挂汁在鱼肉上。第五道菜，先在奥龙肉上撒点红薯粉，再把鸡蛋和奥龙肉一起蒸熟，加点青椒和小葱，最后淋上热油让虾肉更鲜美。第六道菜，先把小海鲜倒入锅中，然后炒个火锅底料加入清水，煮沸后直接淋在小海鲜上即可。盆满钵满，龙腾四海，花开富贵，双龙戏珠，腰缠万贯，鱼跃龙门。欢迎粉丝朋友们光顾团购。谢谢东东。这个北方好吃吗？东东家的菜肯定好吃啊。来尝尝这个我的拿手好菜。谢谢东东妈。我来尝尝爸爸做的这个，味道怎么样？哇，酥酥脆的，好好吃啊！来一个龙腾四海，爸爸讲的好吃啊！龙凤呈祥，喜气洋洋。
不可以，小朋友不能吃辣的。书都没有看，又才六十字。哎呦，才十多。都是这脾气，学习就不主动。应该是读不足嘛，不会读不知道查字典，什么都要做个查，麻烦求爸爸。这你这孩子学习不行，真是到处弄的东西吧。来，宝贝喝奶。嗯。妈妈吃奶粉。哪里？来，宝贝，妈妈给你买的奶。妈妈放下星星。嗯。妈妈画喜欢我，喜欢你带你带不回去。哪里？又在干嘛？哎呦我的妈！又在干嘛？啥呢？哎呦我的妈！今天想吃啥子嘞？我吃意面。切，意面有啥子好吃的？我就要吃，爸爸来尝一下。这个简单。嗯，不行，小朋友不可以吃这个。妈咪，我给你吃了吧。又在干嘛？哎呦我的妈！又在干嘛？嗯。干什么呢？你不给我做完饭，先做。吃鱼腥草了。这啥鱼腥草啊？这十二根可好吃了。爸爸，哪里？哎呦我的妈！你又在干嘛？嗯。啊。我刚才啥一辈子没想要哪里我都有如此这般我乃实质欣慰我想不仅在物质上精神层面也要丰富吗哎呦我的妈你要完了我吃你哎你吃腻了我可没吃妈妈那个是我养的马上安排这是什么操作妈妈吃脸了。嗯。别吃你这个。哪里？妈妈吃脸。哎呦我的妈！妈妈在摔木头。嗯。不行，外面都不知道为什么。哪里？又在干嘛？哎呦我的妈！来，坐吧。哎，你不是我？哪里？哎呦我的妈！爷爷在干嘛？嗯、这是在玩过家家吗？我不睡，我不急。你是磨磨唧吗？我给你做呀。
做的就是好吃。悠悠在干嘛？嗯，这样做烤肉怎么会好吃啊？不是，我想吃烤肉嘛。那我看看你们吃过的烤肉。今天爸爸给你做百姓面，你别吃啊，要是好吃哦。等我10个小时，先把所有螃蟹蒸20分钟，螃蟹放凉后准备开工。首先剪掉蟹腿，推出蟹肉，给蟹壳做了 SPA 方便处滑。打开蟹壳后，去掉蟹鳃，去掉蟹心，刮出蟹黄，用剪刀把蟹身从中间剪开，这样蟹身肉就可以轻松刮下来了。花了整整10个小时，终于把蟹黄、蟹腿肉、蟹身肉全分解取了下来。接下来用素锅炒个蟹油，然后倒入蟹黄、蟹腿肉、蟹身肉，翻炒出鲜味后，加点盐、白糖、香醋和水，看看这香味谁顶得住。泡好2包方便面，然后淋上臊子。这一筷子下去，就问满不满足。哇，好美味啊！把生意先吃不乖了，绝。白呢？嗯。老婆，听说你爱减脂，我和东东特意为你准备的减脂餐。谢谢你们。老板真幸福。你哪儿去啊？哎呦我的妈！妈妈，我可以来一碗吗？嗯，不行，我吃不了饭了。妈咪 ，My name's Lao Bao。又在干嘛？哎呦我的妈！